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夏达，之前因为出的夏达，包括黑龙、乌拉什么这些英雄，都出的是212，212把上路走两个，然后带个猎杀去反对面射手红的这么一个打法。但是现在版本变了，肯定不能这么打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就用夏达这个英雄来当做一个范本来跟你们讲边路应该怎么打。为什么选择希尔达？很简单，因为它这个版本最强的那一个。那么装备的改变也很简单啊，只要把第一个打野刀换掉，换成七海就可以了。因为你不能去带猎杀了，你去带一个淘汰在线上其实是更好的去1v1杀人的。当然，我不可能把什么黑龙啊、乌拉这些东西全部都重新再做一个视频，因为其实打法都没什么变，只是可能前期装备稍微变一下而已啊，然后对线的情况稍微变一下而已。想知道一些细节的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，最近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说一些低分段、高分段强势的英雄，然后他们的区别，为什么这个英雄的低分段强，在高分段不强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包括边路上的英雄克制的一些天赋的选择之类的。这篇文章呢，我觉得我讲的东西还挺多的。如果你从来没有上过600分，这篇文章对你的帮助应该还是挺大的。而且我最近已经把所有英雄在这个版本的装备啊、天赋啊，包括这个位置的推荐，都已经在里面更新完毕了。而且现在就新加了功能，你输入英文的英雄名字也会有那个备战给你跳出来。但是虽然说给你的还是中文的装备啊，因为装备名字实在太复杂了，没法搞啊。那么这一套装备呢，就是希尔达作为一个边路去做的一个装备。如果你做一个坦克位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带装备的话，就全部出坦克的装备就可以了。希尔达唯一的核心坦克装就是神域嘛。其他的坦克装都是根据对面的阵容来选择的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辉烬啊，辉烬的话就带刺客的这一套移速穿透，然后孤立无援，因为你线上是 1v1 的嘛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单杀对面。如果你是带坦克的话，就跟霸下一样，带那个正当冲击那一套坦克天赋就可以了，我这里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边路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范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期新的希尔达的视频。希尔达在这个版本是真的强，在北美的高分段基本上是优先级最高的英雄，不是说非班必选，非班必选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通等级了。对于希尔达来说，他是所有英雄里面优先级最高英雄，只要这个英雄第一个放出来，那么先手抢的方一定先把他抢，因为他才是这个版本的边路之王。只派一手艾斯妹，但是艾斯妹也不能在线上杀他，而且他除了打边路之外，打坦克也是很凶，就像霸下那种强势入侵野区一技能，对吧？我也之前也说过，当然打边路更能够发挥他的实力，一级学一技能，这边归你想跟我打，他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好，让他先清一下兵，这样的话他的兵的血量就会比我们的兵的血量要高，这是一个小细节。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让他做到三个兵都吃不到。就先让他一技能打下兵，这个很好理解吧？但是这个明显我们家的小兵比较会卡位啊，但是那也没有关系，这个一，那我们就在草丛里待一下，希望这个龟尼再清一下兵，但是不要让他吃到最后一下，他要出来，第二波兵线来，那我们接着卡着他，一技能砍过去，砍一刀，没关系，我们到二级了，我们不需要去补小兵的最后一下，没关系，只要卡着他就可以。那这个时候兵呢是推过去了，但是那也没有办法，其实。这属于偶然现象了。如果说运气比较好的话，其实就是如果卡了归你，哎，你还敢过来？三段二技能，再一个淘汰，直接带走，这归你就自闭了。那我们就接着，可以 A 一下塔，吃下兵。那这个时候归你已经走掉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兵给吃了，不然的话卡在这边也没有意义了。啊，先把这个小兵给卡掉，然后接着弄，然后归你复活回来，最多就让他吃这么一个炮车。能懂我什么意思吧？就是再重复一遍，一开始三个小兵，就是假设在原来5-5开的情况下，他们是不是就是互相抵消掉的嘛？那么我没有打兵，归你打了一下兵，那这样的话，按照道理是对面的小兵强的，但是我们这边小兵比较会卡位，那么还是我们这边小兵赢了。但是你这个细节一定要做好，就是这个看运气的事情呢，不是你能把控的，但是你要把你能把控的东西给弄好。啊，这边归你想打野那是不可能的，他想回到线上那也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他现在才2级，我已经4级了，那就一直卡他。像归你这种完全没有能力跟希尔达刚的英雄，他是非常难受的。我们就压着他，啊，这边泰格来过来帮我抓一波试试。但是我跟他说，
我这边压着的，他不会出来的，你去帮其他的就可以了。你看这边就是他们的兵能够卡好，那这样的话我这个炮车就尽量不要给龟尼吃到啊，他就只能靠那种那个叫什么来的。但是这边我们队友全部包过来了，所以我就把兵清掉，准备强杀这个龟尼。哎呦，但是他直接跳走了。龟尼两段二技能跳的还挺远，哎呦，推过来一个卡蒂达大招，直接一砸。哎，这边过来他要开大招，我们一个淘汰直接把凯达大招收掉。哎，进个草，哎呦，可以，无所谓。这边对面都支援过来，但是我们负责双杀。我们刚接着说啊，龟尼基本上就只能，如果我队友不包过来的话，这边龟尼基本上就只能靠自然增长的那些经验和金币过活了，那无疑是很惨的。那我们这一波又拿两个人头是非常舒服的。龟尼我估计他也残血回去了吧。好，我们来回到线上。哎，这边他跳了，没关系，你就这么一点血，我找个机会直接把他秒了。我感觉我等一下淘汰一个大，好的，我都不需要淘汰了。那现在呢，龟尼已经是完全打不过我了。就算他们现在换线，这边大铁罐也是不可能打过我的。而且在我之前说了嘛，夏达是在高分段一个优先级最高的英雄，而且他不像林啊，像狼人这种啊，是高分段尝试低分段不太行的，特别是零，对吧？因为吃队友嘛，夏达这个东西它是不吃队友的，你就算在低分段也是可以打的，并不会像，哎呦，我这个大招有点，我刚刚索拉斯没想打他，然后一直就没有把那个残血收掉，有点烦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接着追艾斯美，啊，接着说，这个英雄呢，他在低分段的表现也是不错的，也是很强势的，而且低分段有一个事情就在于，低分段它是分经验路和金币路的。对吧，金币路是射手走的嘛，这样的话他只要你把你对面金币路经验路打爆了之后，对面的射手是不可能跟你换线的，因为他必须在金币路，除非你打到七波兵过了之后那个射手才可能说啊换线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把对面压到死，而且说已经把对面塔已经推掉，这个时候他再换线意义已经不大了。直接找龟尼，直接二技能收掉，也不用交淘汰，这边泰格再交一波大，我们一技能过来砍一个淘汰，在卡伊塔开大招之前直接收掉。我不懂印尼的联赛为什么要搬卡伊塔，可能是觉得有控制配合队友能翻盘这么大一波大招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英雄呢，因为有爆发法师英雄还是很多的嘛，人家可能只是那个职业选手玩得好，而不是这个英雄有多么强。因为他的大招延迟问题确实有点严重，而且就是非常需要吃队友。我那边之前看了一些精彩紧接，这个龟尼就直接没了。看了精彩紧接，卢比大招勾了一个，然后卡迪塔二技能弄一下，然后大招就没了。但是这些东西大多数法师都能做到，对吧？只要有爆发法师都能做到，像版本强势塞西利奥法杀啊都可以这么打。嫦娥可能不行，因为有人会被挡住，你不能打一群人。像什么神乐也都能打，并不是只有卡迪塔有爆发，所以说我觉得看人嘛。啊，现在希尔达我已经把被动叠满了，所以刚刚就直接把龟尼秒了。哇，这边绕一下，直接一个大啊，但是好像只收了一个残血库发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这边再砍一下，哎，一个淘汰没有把这个艾斯美收掉，有点烦。夏达比起我上一个视频应该还有个改动，就是他现在被动只需要叠八层，虽然说最终的伤害少了几十点，但是那个不足以就没什么关系。现在被动只要叠八层，比之前少了两个人头，就是你到八个人头之后八个人头就是八个人头加助攻之后，你就基本上就无敌了，就都是一刀秒。现在我们这个顺分的情况，对面基本上是说那个库夫拉和艾斯美，我基本上我试了一下，这个库夫拉基本上直接一套没了。哎呦，这边卡迪卡可以，那我们就待在草里。被打一两下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回草丛就回满了。
好，现在攻击装都出完了，就准备出肉装，直接两段三段二技能收掉双杀，找一下龟泥，不要骗子在甲上骗了一个大招，再一下平 A 直接带走三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来，再来砍这个库夫拉，但是没大，应该杀死他。好，把这个防御塔搞掉，然后再去清一下下路吧。下路一多兵，但是卡里德已经去了，那算了，我们在这草里等一下。但这个小兵出来应该是被他看到视野了，算了，因为小兵是有视野的嘛。我们清一下这个蓝 buff， 看看对面有没有人要来啊，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蓝 buff 拿了，顶弄掉卡里塔，躲一下他的那个击飞，我们找一下位置，如果这卡里塔想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他。哎，躲一下，这边大铁罐好像在啊，我们直接越塔过去杀，不要管他，一技能砍一刀，一个大招，一个平 A 直接带走。他们只要有人敢出来出这个高地，像这种二塔是随便越的，因为你可以出来嘛，从高地你不能从后面绕，对吧？就像这种情况啊，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对面的人，你就不要守了，哎呦，你就不要守外塔了，就缩在高地，你只能缩在高地，不然的话你也只是白白搭一条人命而已。好，那么现在中路兵线准备推过来了，我们准备上高地啊，不借助领主冲一波压一波试试看，我们先不要上啊，先等对面控制交一交啊，这个时候再上去啊，但是还被库夫拉跳倒，但没关系，往后再走一下，准备往前一个大招先收掉库夫拉啊，然后再找个一个淘汰带走这个大铁罐，因为我们这一波没有那个射手嘛，所以说推塔其实比较慢的，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大招淘汰收点人也没关系，那么他们三个人死了我们再接着推啊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边没小兵了就别管，我们还是接着来推中路，那这个时候对面人死了，我们现在过来找艾斯美一个大招就好了，哇你看我这个伤害，往后会规避一下防御塔伤害再接着推，虽然说我们不是很好推啊，但是对面法师是个卡迪塔，他的手很短，他不好守，这是卡迪塔另外一个缺陷了，这边一个大招三刀二技能直接，哎呦还是带走了，那个大铁罐好像最后交了个闪现还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二技能已经出手了，他们也手短对吧，法师是个卡迪塔他们就没法守，卡迪塔你只要躲掉他的这个二技能之后他就没法守了嘛，就这么简单，他要是敢突进来一技能突进来补兵那个用大招清的话，我保证他在大招下去之前就直接被我敲掉，这边草丛里蹲一下，蹲一个有缘人，因为你现在西亚达已经把对面高地都推掉了，就跟娜塔莉亚原理是一样的，就他们如果不出来你是很难直接进去敲的，因为对面毕竟五个人，那这边新梦呼叫我们打领主，那就行吧，那就打领主，因为高地都推掉之后不是很好上去了，把领主推掉就之后就直接一波了，现在对面的人我基本上你看我 只需要两件输入装对吧，就像我之前说的只要两件输入装，他们对面除了库布拉之外的人我全部都能秒，什么艾斯美啊龟尼肯定能秒啊，还有什么大铁罐也能秒，刚刚已经都尝试过了，好，领主过来直接我们先一个大招打库夫拉也秒掉了，再一个淘汰收掉这个，哎这人头居然不是我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塔推了就完事了，像这种领主推过来了，那对面没有什么塞西利亚嫦娥这种东西那肯定是没法守的对吧，七分的话对面估计有两三百分左右吧，
哎，我一个下达打了32的输出，一个大招是真的无情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达跟其他英雄的对线情况。这把呢是对线一个卡里德，之前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下达克卡里德，你看他拿我什么办法呢？首先他那个我有一技能加速，他三段一技能就不可能完全打到我，就算他完全打到我，我们只要待在草丛边刷一个护盾，他也是对我完全没有伤害的。哎，你看他三段一技能刚，我不记得他打中了两段还三段，他就扣我这么点血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在草里站个护盾又回满了。卡里德在他的全盛时期都打不过我，更别说这个版本他又削弱了。还有一点就是我的二技能可以断他的二技能，我们这边二技能不要全交，留一段，等他二技能交了之后，哎，我们再放第三段，直接给他打断。但他这边已经很聪明，直接走了。这边一个一技能加烤弹，哎呦，差一丝给他逃了。他那个二技能要是刚刚反应不快点，因为他知道我二技能还留着一段，可以打断他，他就直接走了。他要是刚刚没走，我估计他已经死了。你看，这他就完全打不过我了。像刚刚上一把归你，我们就先出的那个护甲鞋嘛，啊，先出的那个魔抗鞋嘛。这把打卡里德，我们就先出护甲鞋，对吧？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你看，让他打三段二技能又怎么样呢？哎呦，他回了，哎，我们这边草里站一下，又血又回上来了，续航能力不比他差，我可以续航，但他续不回来。把这个前头都打了，到四级，这草里站一下，看这卡里德怎么说。他好像，他是不是在草里啊？阿森不管他，向这边清一下。哦，你在这儿，等一下，先留一段二技能啊，大家回去。哎呦，你还回城嘲讽我？哇，你凭什么？你这个资格？这边法杀来了啊，怪不得你要勾引我越塔杀你是吧？那不可能啊，这边手里没淘汰。哎，他们怎么说过去了？帮一波，这边卡里德，哎，你好呀，你别想过去帮忙啊！这边他们把法杀给杀掉了，你再支援看看。卡里德估计还在草里，不理他。哎，不在了，他回去了。哎，你死了呀！哎，哦，你这个东西还要嘲讽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急，我们再等一套全套技能，找个机会。哎呦，你死了呀！哎，两段二技能，哎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再先大招一个淘汰，再走。哎呦，你自己几星血量不清楚吗？哎，不行，我也得嘲讽一下他。哎呦，这个每次每星光会员，他回城特效都会重置为星光的，这就很蠢。啊，这就是夏达为什么克卡里德。好，再来看一把夏达如何对线最克他的英雄，就是夏达唯一在线上打不过的英雄，叫艾斯美，啊，艾斯美拉达。这把呢，对面也是比上一把强，圈分的一个水平吧，现在分数跟我们也差不多。啊，这把我们走一个金币路，像上一把我们就说了，高分段只有双边路，然后金币路和经验路是看情况的，不是说哪个英雄就走哪个路，对吧？比如说这把我们的另外一个边路是金刚神，那相比起来，我们夏达肯定更吃经济，而金刚神更吃等级，到四了之后可以去支援打团，对吧？如果我说这边我们这边是夏达一个艾斯美的话，那就会把金币路让给艾斯美，然后我们去经验路。那这边呢，我们也是对上了一个艾斯美，看看应该怎么打。他在草里阴我，我们一个一技能过去砍两下。哎，对不起，溜了，啊，他到二级了，这么快的吗？哇，我要吃这个炮车，还能不能？我感觉我要死了。这我的护盾，哎呦，他还交闪，哇，我有点忘记那个艾斯美的技能，我以为他一级不能够吸护盾，他一级能吸吗？不能吸吧。但是他就是我的护盾，在他眼里就是没有用。我这把呢，虽然说对线艾斯美啊，但是我还是选择出了一个护甲鞋，主要是因为到后期这个魔抗鞋根本没有用啊，对面是波波加足球，他现在就轮到他压我了，这是夏达唯一在线上怕的人。在低分段，因为经验路只有一条嘛，如果对面有夏达，你就选艾斯美。那个你可以压着下达很难受，但这边 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去，我得吃兵啊！我想
过去一技能过一下，吃那个炮车的最后一下，但是没想到那个炮车一直没死，我被消耗了这么一大坨血，这还有一个炮车，哇，我感觉我又要，我要，我吐了，直接被拿下两滴血，赶紧呼叫队友换线，对不起，我去上路了，好，这就是，呵呵，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如何跟艾斯美对线。直接换线，不要犹豫。直接换线，不要犹豫啊！因为你是不可能打过他的。当然，我打的自己有点凶啊，我有点嚣张了。因为对面也不是菜逼，他就能杀我。就是我如果怂一点的话，是不会死这么多次的。但是我打太凶了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应该换线啊。这边我们边路打卢比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卢比呢，其实是一个。哎呦，你勾闪我，但是这边他们伤害肯定不够，杀不死我的。我这边队友来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炮车清一下到四级。卢比是这么一个英雄，卢比是一个人类五五开精华，就是他和所有英雄对线基本上都是五五开，就是他跟可以跟希尔达五五开，他可以和乌拉五五开，他可以和黑龙、凯里德、艾斯美这些强势英雄都可以五五开，但是呢，他和一些比较弱势的对线英雄他也是五五开，因为你很难用个 Ruby， 你很难，其实很难杀掉对面，当然对面也很难杀掉你。我们前面打一套打他半血，他一技能刮我一下又稍微回一点，他在草里，我是知道他在这的。这边对面是准备开龟了，我们过来准备压一波，因为现在我们也四级了嘛。哦，这边 Ruby 这么点血被骂下烫了呀，就准备找他一个一技能，哦，一个大招再一个淘汰直接带走。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头就帮我们打开了，如果我们一直在下面跟艾斯美对线的话是完全起不来的，会被他一直压着。所以遇到艾斯美怎么办，换线啊，低分段遇到艾斯美怎么办，那就别遇到了好吧。就是低分段如果对面拿希尔达你去拿艾斯美啊，你是希尔达对面是艾斯美，那你只能认栽，因为你是不可能跟射手换线的，你就只能怂点了。如果对面艾斯美会玩的话，他就一直压着你，你也没有办法啊。当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他搬了，不能让他们轻易拿龟。我们零在这边他是有猎杀的，这边我们等一下啊，这边直接找艾斯美好了，直接带走。这边还有个卢比，哦，金枪跳下来控到一波，这卢比要死啊！那这一波我们就直接起来了。像我们已经杀了卢比一波，就是我们不跟艾斯美对线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已经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怕艾斯美，就像上一把一样，上一把对面归尼跟我对线嘛，然后对面是一个艾斯美打野，对吧？他虽然说前期拿了三个人头啊，很凶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也起来了。在双方都起来的情况下，他盾没有叠起来的情况下，群殴杀艾斯美还是比较容易的啊。这边波波蹲我是看到了，所以我们往后撤了一下，但这边霸下来了，所以我们准备搞他，直接一个三段把这个足球收了。这波波交个闪现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霸下在后面完全不虚，还有卢比在后面能往下撤一下。我们是个希尔达，对面还敢选射手当 C， 完全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看换了线一切都好说，对吧？虽然说前期死了两次，但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当然对面其实也及时的换过来就好了，但是其实当我们就是我们换线不到一分钟就把对面卢比给杀了嘛。如果就是已经把卢比杀掉之后对面 S 美再换过来，其实也无所谓了，也不用怕他了。这时候我们准备主动搞一波艾斯美，一技能过来一刀直接大晕一下，三段二技能金刚神晕住啊，一个，哎呦，他这个艾斯美带的闪现啊，可以，那他交闪了，交闪不杀是吧？其实是我杀不到啊，刚刚过淘汰距离了。我现在已经五段被动了，直接越塔杀这个。哎呦喂，
挡一下，帮他挡一下。其实我不用帮他挡，他是个霸下，我感觉长恒根本打不痛他。哎呦，你这个足球，你这不是招死的吗？这边还有个谁？卢比。我们队友都在，这个卢比肯定走不掉的。哎哎哎！淘汰没人出来，人头没抢到，但是无所谓，我们现在已经七层被动了，再一层咱就能上天了。哎呦，这有个陷阱，把踩踩着掉无所谓。好，直接找这个足球过来，直接，哎呦，他们都进来，一个大招收掉，走。三段二技能，割错了。哎，我这个淘汰居然没把卢比收掉，那个卢比好像超出我范围了，淘汰打的旁边的人，浪浪浪。但是我们还是把对面足球给杀了，就是再强调一下，当对面有希尔达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拿射手当 C 位的。当然低分段无所谓啊，因为低分段总共会有个射手。那你可以拿一些就是能分针他的什么凯莉什么的还是可以啊，因为凯莉后期也能出肉，不至于被希尔达直接秒。或者米娅。米娅也能够躲掉希尔达。哎，你这个人干嘛？你看，我很难杀他，这就是为什么卢比是五五开精华。直接找这个足球啊，一个大招过来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虽然说没有把他收掉，但我一个大招打了他80%的血呢，然后零在后面收割就可以了。这个再说一遍，之前没看过，我是前面几期视频，那就是零在高分段为什么强，不是说他的。一直被削了那么多次，包括在下次的体验服还要再继续削零，反正削他大招 CD 吧。包括下次那个更新，那个希尔达也在体验服已经被削了。明天我会把下个体验服更新的东西出来，好像削了他大招的那个叠层的那个伤害，好像还挺多的，最后伤害少了将近300点吧。但是他依然强的，因为你前期对线的情况下，你大招本来就只有一段，对吧？所以可能优先级没有说像现在就全英雄第一的一个优先级，但他肯定还是强的。现在确实已经太强了，对面射手完全是没有任何反制空间的。然后我们带他一下零收割啊就完事了，因为零收割起来非常容易，他不需要伤害高或者怎么样，他只需要收残血就可以了。啊，虽然说卡琳娜也可以收到收残血的作用，但是没有零快啊，他支援快。你告诉林啊，我这边有个残血，好的，他直接从上路飞到下路来收你了。这是为什么林在高分段强势的原因。那低分段呢，就没有队友跟你这么说，而且队友可能都送的起飞，那你作为一个林，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的，你也没有能力带节奏。所以他们体验服接着削林，我其实有点不明白。他就是一个两级分化很严重的英雄，这个英雄在比赛场在高分段都非常强，而且就算你削了他的一个大招的 CD， 但是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，会玩的人在高分段还是强，但是低分段他就更加不能用了。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这个英雄，我感觉就无解，因为你稍微加强一下他伤害啊什么的，他在低分段就起飞了，在高分段就更加拿不出来了。哎，说你能不能削一下，就是给他一些伤害的补偿，然后削一下他那个一技能的飞行速度。那这样的话，感觉这个英雄的特性就消失了，就感觉很难改的一个英雄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可能会让低分段、高分段比较平衡啊，就是
增加一下他的伤害，基础伤害或者暴击伤害，给他稍微回调一点，但是一技能那个飞行速度削一点，这样的话低高分段可能就会平衡一点，高分段零支援就不会那么快嘛，他就不会那么强，但是低分段的话因为有伤害的加持，他就能稍微能够自己带一点节奏，而不是完全吃队友。啊，无所谓，这都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，反正我现在已经起飞了，光人头就已经八个了，对吧？所以大家记住吗？跟艾斯美对线怎么办？换线。后期我们就找足球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一技能开起来，加速冲到人群中啊，点一下足球头像，一个大招砸过去，啊，能杀就杀，不能杀就跟您说，足球残血，足球残血，那就可以了。这个上路一个红色小兵进来了，这个 bug 下个版本也会修复，上次田福的时候也田福已经修复了，因为哎，等一下这边有没有人要过来吗？哎，是看到我了吧？像这种情况嘛，其实因为对面塔都被推掉了嘛，不好打，你只能等着，把这些陷阱都吃了。这波波就喜欢在这个草里放陷阱。好，神域买，再做一个复活甲。哎，你看，他就在这里草里放陷阱，反正把他吃了，无所谓。等一下领主，现在我们不好推进去。对面毕竟嫦娥加波波还有足球三个手长。哇，对面是没坦克啊，一个双辅助打法。双辅助打法嘛，就是打前期，他们后期就不好打了，只能当拿艾斯美当坦克。卢比奇其实也挺肉，哎，到后期他们也能打，可惜他们这把没什么后期了，因为后期就算他们起来，这个足球对我来说也就是一刀的事情，让他们起来也无所谓的。啊，打领主准备，而且这是个十二分钟之后的强化领主，哎呦，这个艾斯美，啊，那这个护盾有点厚的嘛。领主出来了，我们就清三路兵啊，争取让三条线一起到达高地。但是这边我们没控好，这个上路到的有点慢了。这嫦娥直接开大，霸下在前面顶了很多嫦娥的伤害，领主一推，我们直接先把这个高地给推掉。提高神直接跳进去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冲，看能不能打足球。啊，足球有点远，没关系，大招直接给卢比。哎，卢比没死，这个淘汰有点远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杀盖斯美。再推个塔，推一下上路，把上路带掉。星梦死了无所谓，往后拉一下。这波我们领主推掉两个高地，对面死了一个艾斯，我们这边死了个星梦。这个足球，我这个时候出去，他估计肯定是能反应得过来的。这么远，他一高技能就走了，所以无所谓。看看要不要往这边走，哎，嫦娥，好的，你没了，哦哦，直接带走，啊，对吧，没嫦娥了，我们这边就直接准备，对，因为嫦娥是他们守家的唯一保障，嫦娥一没你就没，这么不小心，这也敢出来，星梦不在无所谓了，现在打到这里，嫦娥的作用比星梦大多了，他们只要没嫦娥，我们四打四是完全打得过的。啊，霸下进去了，我们直接找足球，直接找足球，按下足球小头像，一个大招收掉，对吧？零也是直接找足球，那这个足球是完全没有可能性在我们两个的强行锁定下活下来的，没有，哎，草里吃个盾吧先，啊，推上路推上路，很烦，哎，你这个波波，哎，你这个波波，哎，你这个，哎，你这个。哎，让我开个大行不行？让我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波波好烦的嘛！不行不行，还得再等一波。
刚刚虽然说我们把足球杀了，但是应该是艾斯美救了他们吧。艾斯美这个英雄也确实还是强啊。再做一个破甲，不用回家，因为你站草里啊，吃个药马上就回了，而且你还出个神域，回血很快。干脆再等一波领主吧。干扰他一下，但是我肯定杀不死他。但是对面肯定不敢出来啊！长哥这边直接开大拿，这个蓝 buff 好像被星梦拿掉了，我们掉点血根本无关紧要。站草里站一会就回上来了，这边开领主了。哎，这个足球自然之风啊，等会注意一下，直接开，不要跟他们废话，直接开，他们不敢过来，过来就死。嫦娥和足球要是敢出来，大招直接一技能直接开加速绕后，对吧？很简单。好的，收掉这边谁呀、啊？波波。我们直接一技能加速去找足球。哦，这边巴夏跑的比我还要快，先过去晕一波。哎呦，这边嫦娥开进化了，没关系，直接过去一个大招，足球开自然之风先杀嫦娥。啊，这个足球在我们包夹下，自然之风结束也没了。自然之风它那个出来的时候是有特效的，如果你眼睛亮的话也可以注意一下。GG， 确实 GG 了朋友。他们一个什么一个卢比盖斯美完全不可能死了，直接一个大招，哎，不管打到谁都无所谓，淘汰也交掉。好的，成功获得胜利。我前期确实喂了艾斯美两个头啊，加九分，对面也是500分的。喂了艾斯美两个头，但是没有问题。对吧，好，那行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夏达也在体验服遭到了削弱，赶紧拿去上分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